实只是害羞，就算是野山都再也没有挪走，还一直咬着都拼命挣扎不松口。秋叶已落尽，冬天快来临，别再一个人听信念钟声，就等你转身回头看看我，眼神中的坚定，不该是这样的吗？到处都是雄性的荷尔蒙，到处都是充沛的阳气，我的 party 不该是这样的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接到了一个通知，安排另一场练习赛，我们不能过去了啊。你快点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？You didn't change your number, right? No, it's the same number. Okay, I will call you back. 你好，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证后再拨。喂，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那聚会我去不了了，有工作。喂，关一彤，不好意思，昨天晚上喝多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来不了了？嗯。林林，不可以，你不可以变成那个放鸽子大王林林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一定不是真的，一定是鬼鬼搞搞的。这才对嘛。醒醒醒醒醒醒，别逃避现实啊你啊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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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那是通往幸福的入口，别拦我，让我去，让我去。怎么称呼？哦，我叫杨宇，宇宙的宇。我叫高林，雨林林。你是哪一级的？我一三的。
啊，这么巧啊！我也是一三的。啊，是吗？对啊。不过我高考复读了一年，我是九三的。哦，我九四的。老了，现在。是啊，现在都是00后的天下。我是70年的。 你说你怎么找个爹来呀？啊，不是说好了靠脸吃饭的吗？你看外面那位，满脸褶子，吃包子啊？爹你个头啊！现在大叔很抢手的好不好？那个律所合作大叔呢？啊，他不一样，再说了，你也没说非要找个鲜肉啊？找鲜肉还用说的吗？啊？ 我们现在开的是party，好吗？不是夕阳红敬老活动。怪我了，我到手的鲜肉飞了，我只能找这个来江湖救急，还不是怪你们惩罚写的太狠。怪我，对，这都怪我好吗？我的错，不是你，什么打扫窗框，打扫你个头啊！我才不要呢。还有你晨晨，啊？ 不是都分手了吗？怎么又和好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了。常言说得好，闺蜜的感情生活不能参与，现在感情100%没有问题，友情出了问题。唉，当初我说她生的那么狠。 高龄这个鬼孙居然敢对自己的女人动粗，简直不是男人，只有男人应该把他给弄废了。你呀，不是一个人。那家伙满脑子精虫，把脑子里的脏东西抽出去，脑子都没了。切，你还想用爱感化他？他要是能改，我直播吃翔3斤。笑什么笑？我在心里也这么想过。 今天就要听我的，今天我就是皇上，凭什么呀？就凭我是单身狗。现在进入朕的问答时间，这位公公。哦，田志强。哦，田公公，你跟朕的爱妃是什么关系？ 偶尔见过几面的关系，嗯，是真的。哦，
那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他邀请我来，我就来了，因为我也没什么事儿。那你是不是对你姐姐有什么想法？ 林子为什么又和好了？说，你是要跟我分手吗？那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？对不起，玲玲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啊，是我求他回心转意的。那之前为什么要伤害他？ 喂，这些就别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以前是我太傻了。那以后还会继续犯傻吗？别慌了，小纯纯，过来。 下个问题，你最近到哪步了？那个，我们没，喝，有没有做梦梦见过他？这个就不说了吧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是一些十八禁的。 内在美，外在美，长相身材全有的人，为什么是单身？你们讨厌完美的女人吗？不，只是讨厌话多的女人，特别主动的女人，没有眼力劲儿的，话多、特别主动、没有眼力劲儿是谁？你，这得好几千吧？好几千吗？都快上万了。哎，上哪来了？恒哥，这是发财了呀！哪儿啊？我听说是小鹿的关系，他有个哥在城，那摩托行，有内部价的。真好啊，能换新车。你也不看看，恒哥之前的车都破成什么样子了，坏了的东西不扔，迟早出事的。哎，这车真不错。是。哎呀，我也想要个内部价呀。去去去，露露姐，你真的很勇敢。我看呀。 是不是还有人啊？嗯，哦，没事儿，反正他也见不得光啊。先生你好，一共660元，请输入密码。 在我们之间，表面最纯洁，内心最猥琐的是3、2、1，止。哎，我这个人表面和内心都很纯洁的。愿赌服输，喝喝喝喝。喝喝喝喝喝喝喝
加油！走走走走走！到我了啊！我们当中最好欺负的人是谁？三、二、一，指。哎，怎么又是我呀？为什么呀？看面相，凭印象，算卦象。怎么你也指我啊？哎，热的壶中喝了。喝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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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。我们当中，我们当中。谁最有秘密？三、二、一，止。没法玩了，没法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他好好吃哦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咽进去了吗？快快快快快吐出来！快，快吐啊！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花生过敏，你不知道吗？吓死我了！我没有花生过敏。啊？那。那在食堂，你不是不吃花生吗？我是不吃花生，不是因为过敏。对花生过敏的是我哥。啊？嗯。哎，搞什么呀你们？小鱼鱼，是不是对我们小陈有意思啊？彤彤姐真的没有。嗯。嗯。哦。喜欢啊。听不清，声音大一点。我喜欢李小纯。恭喜恭喜！我们祝愿愚蠢 CP 诞生。干杯！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嗯，没问题。刚才的客人给折扣了吗？嗯。嗯。奶油意面好了没有啊？马上就好。小飞，装盘。好嘞。干嘛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赶紧冲一下。我的礼物呢？什么礼物？别人都带礼物来了，高林买了啤酒，杨宇买了花，我的呢？嗯，有彩纸吗？谢谢。
胜男，过来一下，今天的账不平。小王，啊，你那个医药包还在吗？在啊，给他看看手。好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事。下一个。1200。下一个。580。是不是觉得就差100块钱就得重新查一遍，太麻烦了？没有。不管是10000还是100，哪怕就是1块钱，只要错了就得查，这是当会计最基本的要求，对不对？来，上班一天辛苦了。嗯，怕赶不上末班车吗？没事，等会儿我送你回去。再坐10分钟，应该来得及。你要是着急，现在就可以走。来安宁的串。好，谢谢。难道我听不见？哎，我要打个电话。什么？我要接个电话。上我屋。啊，看这儿。啊。站起来，母，站起来，嗨起来！哇！哎，有空我们一块儿去踢球啊，一起去健身，锻炼胸肌。胸肌我也有啊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回去休息吧，我们走了。拜拜拜拜拜。琳琳，大家一定要打给我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小船，嗯，哎，等，小船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
小川，来，回家去。那我走了啊，小川。拜拜。嗯。等等我，等等我。拜拜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姐妹们，彤彤，彤彤，他消失了吗？不是说屋子里有了阳气，他就会消失的吗？变红色了，他生气了。啊。嗯。竟然肯定会要头疼死的。姐姐好奇怪，田大叔也好奇怪，高林好奇怪。好想吐。我们当中谁最有秘密？到家了、啊，嗯，我到家了。嗯，跟你妈说两句吧。妈，说呀，跟小东说两句、啊。嗯，不好意思啊，小东，你妈妈公司来电话，她又去忙了。嗯，没关系的，爸爸。那个，你们先忙吧。嗯。Thank you.
party 就此告一段落。兴奋与狂热随之而去，人们又回到了踏实而又枯燥的日常生活中。小纯啊，昨天你说你哥花生过敏，对吧？嗯，可是我记得你以前说过你没有哥哥的呀。你有哥哥吗？没有。有过。啊？我升初中的时候去世了。因为花生过敏。对不起啊，原来过敏这么可怕。一切都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，但隐约中又有些不同，如同落在白纸上的墨字，如何擦拭都无法恢复如初。Party 带来的影响。能不能闭嘴啊你，就你弄得最乱，赶紧起来收拾。我要是现在起来的话一定会吐出来的。谁让你喝这么多的？你们平常都跟爸妈聊些什么呀？学习啊，生活啊，什么好聊什么呗。你姐姐，啊，昨天那个田大叔是干嘛的呀？他，我也不知道。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也敢往家里带？在 party 中，我们摘下面具，露出真实的自己。哎，陈大爷！我操！没事没事，你休息吧，我来说。哦，林磊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我怕什么时候又会对你不好。
信没有。谢谢。轻松赚，随便花，像这种不义之财就得赶紧用掉。这怎么就是不义之财了？我演男友的时候可认真了，好不好？那不一样还是在演？你说话就不能好听点？我说错了吗？对请客吃饭的人，稍微婉转一点好不好？不好，你是因为放我鸽子才请我吃饭的。行行。哎，对了，后来你找了谁去？嗯，你们男人也会哭吗？干嘛突然问这个？你上次哭是什么时候？我高中毕业之后就没再哭过。高中？那你之前为什么要哭啊？因为自卑吧。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看我不顺眼，因为家境还是长相。总之到最后给我安全感的只有钱，有了钱以后没人再敢欺负我。他为什么哭啊？小姐，你还记得跟我说过吗？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就得牺牲掉感情。我知道。知道就好，不管你带了谁去，那个人跟我们都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当然了。嗯。哎，服务员，这有火锅吗？没有。哎，盛楠，来来来来，来呀。十号桌。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。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盛楠，这可是你妈妈欠的债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你看我们大柱从小就没妈，多可怜，多惨呐！看什么看？滚！你还忍心欠我们钱吗？忍心吗？妈妈的爱是你的，妈妈的债也是你的，当然也是你的了。子女没有替父母还债的义务。哎，这道理是不是给你讲不通了？盛楠，马上就要营业了，还不快点回去做准备？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！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嘛！这臭小子！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也打不过他，装什么？回家回家回家！先生你好，一共980。来刷卡。先生觉得我们今天的菜品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不错。您的小票。没想到他居然欠了一屁股债，早知道我就让着他点了。要不咱们给盛楠姐办一次募捐吧？嗯。小鹿已经回去了。我不是在等他。今天下午来的那两个人，不要紧吧？没事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你为什么送我回去？你非要这样吗？送你回去一定要有理由吗？
不要喜欢我了。你以为说出这句话很容易吗？你以为被拒绝了我就不难过吗？你一次又一次的把我推开，每一次我都会觉得很难过，很丢脸。可我真的放不下。所以啊，不要再对我好了。